哎呀，那么简单，难不倒我。杨同学啊，在干啥呀？老爸，我在看暑假作业，我早点做完，早点可以玩呀。哎呦，这么懂事啊？那必须的。What？ 杨同学啊，老爸今天又给你带新玩具了。啥玩具啊？纳尼就是启蒙积木出品的奥特曼英雄口袋积木人盲盒，分别有经典款和炫闪款两款、就是这两款。哇，老爸啊，这也太炫酷了吧。对，这可是正版授权的奥特曼积木玩具哦。哇，我好喜欢啊。好，那你打开看看吧。好的。Later。 我老爸啊，他这个炫闪款里能开出这么多积木人，而且很多都是拼成三叠的形态，最好的还能开出这个隐藏款闪耀迪迦的。我是狗，这里还配有展示盒子，还送上个签名装和他的武器，这也太帅气了吧。嗯，这个经典款也能开出这么多积木人偶，而且最好的也能开出这个隐藏款闪耀迪迦的，这也太稀有了吧，我必须得收藏啊。那我们废话不说，现在就把它给打开。我们先来开这个炫闪款。可以。哇塞，它这里面有12个，我现在来挑一个看一下能不能开到隐藏款。嗯，先挑这个吗？对，先挑这个。它这个包装是透明立体包装的，这也太高大上了吧。哇塞，这也真的是太酷了。这个应该是戴拿强壮型的，你看戴拿强壮。戴拿强壮型，哇，把它拿出来。好的，这个要拼装的。哦，里面还送一个展示盘。对，它这个零件是电镀涂装的，看上去特别的精致啊，小杨同学。对啊。哇塞，可以，你来拼装。它这个关节都是球形关节的，要把这个两个先装进去，然后我们开始组装。一个戴拿强壮型拼好，这拼装也太简单了吧。这个对比同体积的积木人仔可动性更强，我们现在把它装到这个上面就行了，它的四肢都非常的灵活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透明盖子给装上去。哇塞，好了，你们看这个戴拿强壮型帅不帅，太帅气了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拆。好，小朋友们，我已经全部拆完了，但是很遗憾，我没有拆到那个隐藏款的闪耀迪迦。我都是拆到了这些拼成三节的各个形态啊。然后我还发现啊，它这个包装盒还可以重叠的，你们看，它这个重叠之后是不是更帅气了？嗯，确实，这个重叠以后摆放更加的酷了。啊，难道这个隐藏款在这个经典版里吗？那我们现在就把它给拆开。耶，它这个也是有12个的，我先随便拿一个拆一个。嗯，看一下这个能不能开出那个闪耀迪迦的那个隐藏款。嗯，看一下这里面还有东西吧。我这感觉是那个阿古茹啊。哦，对对对，阿古茹，阿古茹的 VR 型。哎呀，这个经典款我也开完了，但是很遗憾也没有开出那个隐藏款的闪耀迪迦。但是它这个纪念版后面多了一张角色卡牌，下面还有一个黑色底座。我开出的这些啊，也几乎都是平成三节的形态，我觉得还是挺炫酷的。嗯，真的很不错。嗯，然后它这个拼装啊，跟炫闪版是一模一样的。你们有开过奥特英雄口袋积木人盲盒吗？哎，那么小阿同学啊，这个炫闪款和这个经典款，你更喜欢哪一款呢？好吧，啊，这个炫闪款和这个经典款，我更喜欢这个炫闪款，因为它看起来不灵不灵的，好闪哦。哎，我也这么觉得啊，好酷哦。嗯，嘿嘿嘿，老爸，咋的了？你明天能不能再帮我带两盒这个？我必须得拆到那个闪耀迪迦的隐藏款收藏一下。好的，安排。啊，嗯。